财经快报。花街动荡的秘密 ，K 线背后的新闻。IMF 告诫亚洲各国央行不要过于追随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亚洲各国央行关注国内通胀，避免将自身政策决定与美联储的预期举措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纽约联储行长 Williams 完全没有感觉到降息紧迫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 John Williams 表示，不急于降低利率，经济数据将决定时机。货币政策处于良好位置，他周四在华盛顿举行的 Semafor 世界经济峰会上表示。初创公司 Stability AI 宣布裁员 10%。在备受争议的前 CEO Emma Domestiky 离职后，四面楚歌的 AI 初创公司 Stability AI 今日宣布裁员 10%。一份内部备忘录显示，在经历了一段不可持续的增长后，美国三月二手房销量下滑，高利率迫使潜在买家离场观望。受利率和房价高企影响，美国三月二手房销量从一年高点回落。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周四的数据，三月份二手房销量环比下降 4.3%， 至折合年率419万套。早盘，美股涨跌不一，道指涨逾190点。18日晚，美股周四早盘涨跌不一，道指涨逾190点，纳指小幅下跌。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低于预期，显示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市场继续关注美联储今年的降息前景。美股人工智能概念股盘出多数走低， Astra 跌约 6%， Reddit 跌超 2%。格隆汇4月18日 Astra 跌 5.8%， 特斯拉跌超 3.5%， Guardforce AI、 戴尔、 Upstart、 Reddit 至少跌约 2.2%， Palantir、 英伟达概念股 SoundHound、 LivePerson。 美国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持稳，凸显劳动力市场韧性。美国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仍然低迷，与健康的劳动力市场保持一致。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13日当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维持在 21.2 万人。美股半导体概念股盘出普遍下跌，台积电跌超 4%， 超微电脑跌超 2%。 格隆汇4月18日 ASM International NVADR 跌 5.4%， 台积电 ADR 跌超 4.3%， Wolfspeed 跌 3.7%，超微电脑跌 2.5%， 德州仪器跌 1.8%， 革新跌 1.7%， 阿斯麦 ADR 跌 1%。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救济人数低于预期，显示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18日晚，美国劳工部报告称，截至4月13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稳定在 21.2 万人，表明企业仍不愿裁员。上周初请失业金数据略低于道琼斯估计的 21.5 万人。台积电大跌近 6%， 此前公布 Q1 业绩预期。格隆汇4月18日台积电每股跌幅扩大至近 6%， 盘前曾一度涨近 3%。 消息面上，台积电刚刚公布2024年一季报，显示营收 5926.4 亿新台币，同比增长 16.5%，环比减少 5.3%。 特斯拉跌近 4%， 巴克莱将其目标股价下调 20% 至185美元。格隆汇4月18日特斯拉跌 3.7%， 报 149.7 美元，再度刷新阶段新低。消息上，巴克莱将特斯拉的目标股价下调了 20% 至185美元，该投行表示。4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超预期。18日晚，衡量费城地区制造业活动的指标在4月份出人意料的大幅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通胀指标的飙升。4月费城联储制造业指数升至 15.5， 较3月份上升逾12点。瑞银将关闭部分在华基金并裁员。回应，中国仍是关键市场，会继续投资。4月18日消息，有市场传言称瑞银将关闭2016年以来在中国推出的19个股票和债券私募基金中的至多17个，计划将资金返还给投资者。据悉，美股疲态显现之际，滞胀交易卷土重来。在几乎所有基准股指和主题指数都在走弱的一个月里，
滞胀交易显得尤为突出。在美国和欧洲，消费品和房地产等更容易受到通胀风险影响的板块承压。欧洲央行管委 NOT 潜在的油价飙升带来的通胀风险下降。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 Klaus Knot 表示，能源价格上涨对欧洲通胀构成的威胁不会像近几年大宗商品市场剧烈波动时那么严重。人形机器人热，小批量量产元年来了。上海证券报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4000元，50000元以下。4月18日举办的2024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应用峰会期间，参会商家激烈讨论着未来人形机器人整机和核心零部件的。开盘，美股周四高开，标普指数四连跌后反弹。18日晚，美股周四高开，标普500指数在连续四个交易日下跌之后尝试反弹。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低于预期，显示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美联储威廉姆斯不急于降息，最终利率将需要降低。格隆会4月18日美联储威廉姆斯，美联储依赖数据，而数据一直非常好，我们拥有强劲的经济，美联储利率政策并未导致经济过于放缓，经济不平衡状况已得到减轻，货币政策处于。商务部回应美宣布对中国钢铝产品限制措施。北京4月18日电针对美国日前宣布计划针对中国钢铝产品采取新的限制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8日回应称，中方注意到有关消息。欧洲央行维勒鲁瓦如无意外6月将降息，对后续降息持开放态度。格隆会4月18日欧洲央行管委维勒鲁瓦表示，除非出现重大意外，否则我们应该降息，因为我们现在有足够的信心。爱立信证实在中国区裁员，核心网研发部门受影响。4月18日消息，有市场传言称，作为中国区业务调整的一部分，爱立信已在华裁员240人，主要影响中国研发中心。据悉，该公司计划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裁员。理想 L6 上市，起售价24.98万元。格隆会4月18日理想入门级 SUV 理想 L6 上市，分为 Pro、Max 两个车型，价格分别为24.98万、27.98万元。5月5日前还有20000元权益优惠，将于5月开启大批量交付。沃尔沃汽车城宁德时代可持续发展再签约。上海证券报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据宁德时代4月18日消息，4月16日，沃尔沃汽车与宁德时代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旨在深化双方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合作。时速400公里 ，CR450 动车组样车年内下线。北京4月18日电高铁，我国自主创新成功的一个范例，在领跑世界的同时，将如何书写更快的中国速度？18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保持在低位。格隆会4月18日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维持在较低水平，表明劳动力市场持续强劲。美国劳工部周四表示，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为21.2万人，与上次统计接近持平。美国国债收益率拉升。格隆会4月18日美国国债收益率在美国数据公布后略有上升。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目前上涨2.6个基点至4.958%，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目前上涨2.5个基点至4.610%。2024年国内电影市场五一档新片预售票房破1000万元。上海证券报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总票房突破1000万元。盘前，道指期货涨0.3%，台积电业绩大超预期。美股股指期货周四盘前小幅攀升，由于对美联储降息规模和时机的错误压住，导致全球市场出现动荡，股市随国债上涨而走稳。接下来，市场将聚焦美国初步失业数据和众多央行的发言。一季度上海口岸出口汽车52.9万辆，同比增长30.7%。
上海证券报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4月18日从上海海关获悉，近日首艘国产汽车运输船比亚迪探索者一号首航返航靠泊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码头。中国一汽与大疆车载签署智能驾驶战略合作协议。上海证券报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4月18日，在中国一汽第五届科技大会上，中国一汽与大疆车载签署智能驾驶战略合作协议。